你是不是觉得刚才我的这段表述好像给你帮倒忙了？没有，其实我知道我自己各方面，就是说沟通力啊，包括主播这一些的认知不是很好，但是我会一直去突破它，我也会去改变我自己。就既然我现在想做这个事，那我一定会把它做好。他的确是需要有个人去培训他，让他成为一个优秀的主播。沟通力其实能够培养的，对吧？他能自己办班，能教学，能够招来学生，在线下是可以的。而且医生你知道吗，你跳舞的时候我们都是愿意报名来找你学习的，但我们相信如果你做直播，我们也愿意来你直播间。对，我承诺给你刷个华子。我看你眼睛有点湿润，是要哭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非常的伤心，因为前面的话大家都挺喜欢我的，而且我在这中间的话我已经就很努力的去把自己表达出来，已经非常努力了，比平时中都表达得特别特别好，但是我没想到就最后八盏灯全部都灭掉了，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忍不住哭了。你原来是觉得今天应该可以带走一份工作是吧？对，他们八个人都灭灯了，因为他们八个人共同用灭灯把你推向了一个更好的方向。我的我的我的，那都是我的。第二现场观察团的企业家如果对你感兴趣是可以招聘你的。第二现场的观察团成员吴胜对你非常感兴趣。不光是吴胜，还有我，还有我。第二现场打起来了，两个人，这还有窝里抢的。哭早了，年轻人啊，哭早了。